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彼得，彼得猪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改造超力瞬间，把它的剑变长，变长，再变长。首先，你要准备一只 Y 字螺丝，下方说明处我会贴上它的购买网址，一只才台币45块钱。如果它没有涨价的话，把螺丝放松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，全程不用用到任何其他工具。然后把它拆解，锵锵。再把这根拿出来，接着把圣剑放在这里，对准之后来夹着压下去，没错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最后把它锁起来，完成，就是这样子。太好笑了吧，这什么歌啊？完全不用用到其他工具，只要把它锁死就好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这次的神改造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没有啦，然后接着对战，中间都这样子很丑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改装一下，铁片结合 ，OK， 就是这么一大把。那我们来进行对战吧。一位挑战者，超翼战神，帮他强化了边缘，让他更稳重。三二一，狗血！太强了吧！哇塞，太扯了！呼呼，获胜！第二支超刃勇士 7S XP Dash 321国士，哇，大输 ！Yes！ 是又赢了！哎呦，痛痛痛痛！瞬间都歪了嘞！哦，这个好大力哦！接下来时光 7S 17 321国士。秒杀！好可怕！哇，我的剑越来越歪了！每次都歪不一样的地方，好可怕！这是我们的凤凰林立 DS 321狗血！同时爆裂，再场321狗血！你们两个一样强，再场321狗血，凤凰输了，凤凰输了，哇，我们的剑好歪哦，阿鸟哎，太怪了啦。最后我们来玩一下10LVR 镇魂吸收咖喱碎呀，很棒。好啦，一击必杀。在场吸收，来吧！哇，好吸哦，特别好吸哦！吸爆了吼！好强哦，这一根，天哪，赞！就在故事要结束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位，你是我小弟吗？你怎么长得跟我那么像？难道你是我大哥？对，老爸有说过，我有一个小弟，他下面很长，就是你，没错，这个特征就是你。哦，大哥，小弟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插到我了啊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就来一场兄弟重逢战 ，Go！ 321国士。哦，是兄弟，没错，两个是兄弟，在场。321国士。不愧是同样血统的，欢迎兄弟你的回归，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家吧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